北京时间9月28日，阿根廷公布新一期国家队大名单，梅西继续缺阵，伊卡尔迪、迪巴拉、小西蒙尼等人入选。具体名单如下：门将罗梅罗、曼联、鲁利、皇家社会、阿尔马尼和床；后卫奥塔门迪、曼城、莫里、比利亚雷亚尔、佩泽拉、佛罗伦萨、卡内曼、格雷米奥、福伊斯、热刺、塔戈里亚菲科、阿贾克斯、阿兰弗兰科、独立、布斯托斯、独立、萨拉维亚竞技中场、阿斯卡茨、巴尔斯图加特、帕雷德斯、泽尼特、洛塞尔索、巴黎、巴斯克斯、塞维利亚、罗德里戈、乌迪内斯、罗伯特、帕雷亚、沃特福德、萨尔维奥、本菲卡、切尔维、本菲卡、巴塔格利亚、葡萄牙体育、马库斯、阿库亚、葡萄牙体育、梅萨、独立、帕拉西奥斯、河床前锋帕伦博卡、冈塞洛、马丁内斯、河床迪巴拉、尤文图斯、伊卡尔迪、国米劳塔罗、马丁内斯、国米科雷亚、马竞小西蒙尼、佛罗伦萨。此前阿根廷主帅斯卡洛尼曾表示已经和梅西交流过了，本期国家队集训他不会参加。